家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收看《黄金年华之豆哥敬意》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在我们摄影棚啊，来了两个团体，是呀，一个就是亚裔拉惹达曼远景居委会的朋友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一个呢是 CK 关怀爱心协会的朋友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远道而来。今天呢可以说是人类的生日，是今天呢是正月初七人日，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祝福大家天福天寿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哇，我们的摄影棚啊弥漫着这个非常喜气的一个氛围哈。是，那我们首先要欢迎福禄双全的导师们。好，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的是霞光四射队的翠霞老师，杰出非凡队的林俊杰老师，八面玲珑队的刘心凌老师。我们今天呢要进行的是第五场的初赛，参赛者呢演唱完毕，经过点评之后就要进行抽签啊，然后抽出哪一位导师，他就可以马上登门学艺了。是，我们的这些参赛者真的是非常幸运，能够在新春的期间呢跟我们的老师呢结这个师生之缘。我们已经进行了四场初赛啊，那么我们总共呢是有30粒球，其中20粒呢已经分出去了，对，就分别是翠霞导师有7粒，这个俊杰导师有6粒，那刘心凌导师有7粒。是，那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这个霞光四射队呢还有3个学额，然后我们的杰出非凡队还有4个学额，我们的八面玲珑队还有3个学额。好，现在马上开始这场的比赛。好，那首先要迎来的编号一呢，他是非常喜欢唱歌又爱比赛的凯杰，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《哗啦啦新年到》。新年到，大家心情都特别好，乒乒乒乓乓放鞭炮，炮竹的声音是真美妙，哗啦啦啦啦过年了，祝福的声音一片片围绕，祝贺你新的一年是小辈烦恼，在深夜你来了，带来了金银财宝，不要辜负青春，过得越来越好，哈哈，哗啦啦啦啦新年到，声声锣鼓是真热闹，祝贺你新的一年欢欢喜在今朝，新年到，大家心情都特别好，乒乒乒乓乓放鞭炮，爆竹的声音是真美妙，哗啦啦啦啦过年了，祝福的声音一片片围绕，祝贺你新的一年是小妹烦恼，在深夜你来了，带来了金银财宝，不要辜负青春，活得越来越好，哈哈，哗啦啦啦啦新年到，声声锣鼓是真热闹，祝贺你新的一年
欢欢喜在今朝。Come on one more time， 财神爷你来了，带来了金银财宝。不要辜负青春，活得越来越好。哈哈，哗啦啦啦啦，新年到，声声锣鼓是真热闹。祝贺你新的一年，欢欢喜在今朝，欢欢喜在今朝。啊，这首新年歌根本就是王梦玲的《雨中集锦》改的，是吧？没错，我很少听到这首歌。哎，我也是偶然间发现的。是啊，刚刚怎么哗啦啦新年到？是这首歌根本就没有听过了啊。OK， 我今年才50岁，马上就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来参赛。哎，其实迟了半年。迟了半年，为什么？没有精英赛。哦，现在应该在比了。对啊，那个精英赛真讨厌啊！很多人就等着要进来报名了哈。这一系列没有的报名，原来是精英赛。有没有这半年当中多练了几首歌啊？一直都有在练习。其实没关系的，迟来好过没来哈。对对对呀，您今天的造型是特别为了我们的比赛而设计的吗？你是指哪里衣服？是，我是指脸以上。没有，那不是，那个不是啊，我没有讲头啊，脸以上啊。明白明白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的演出到底表现如何？我们就让老师们来点评吧，哈。我觉得你在台上表演非常非常的自信，然后跟在每个动作。很好的设计。那我觉得可能在转音的地方呢，很少转音，那些啦啦啦啦啦啊，对，哈哈哈，很多变成跳音符。然后那在街上你的动作很像是这样，1234223432234，你每一句话都好像设计一个地方。新年歌曲的话，可能还需要流畅一点点，然后感觉会更舒服一点点。明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凯杰你好。你好。那其实我感觉上哦，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呢，那个转音用了很多这个部分，我个人觉得是用了很多喉，然后呢你很注重你的这个咬字，变成了有一点不是很自在很轻松。还有如果你打算来比赛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发型就一直要这样子吗？可能需要的话会戴顶帽子。他可以选歌来配合他的造型，比如说选唱华语版的《禅院钟声》啊，那就刚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问这个问题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呢，一旦呢，就是来比赛，当然呢，得失心不要这样重，但是呢，自在于参与，但是呢，都要做好最好的准备。那无论在呢台型或者唱方面，都要做足100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凯杰你好。你好。你第一次参加比赛，你确实很稳，你却不怕。其实是怕的要死。不要这样，老师，老师说你没有怕，你说啊，我没怕。怕得要死。坏的习惯就是你唱歌啊，你唱每一句，我发觉你一直伸那个舌头出来，边唱歌一边刷牙吧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唱两句就看那边，唱两句就看那边，有没有发觉？哦，我说到了，他已经练好，因为通常有我们有评审的，评审们是坐那一边的，所以他已经排好，他连他都是要看那边的，他在练习看评审，在练习了哈，哇，那我就没话说了，真的是厉害厉害，无论如何加油了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你自己掌握住自己的命运，你会抽中哪一位老师来教导你？好，来有请。来，请过去。好，我们有红色、黄色跟蓝色三色球。来，我们希望他抽到什么颜色？红色啊！来，凯杰，蓝色。也就是说呢，凯杰将会加入到我们的杰出非凡队，恭喜凯杰！是，军哥啊。农历的正月初七人日这一天呢，在台湾叫做七元日哦。那一天我们都要吃素面的，象征呢富贵长寿。
哦，我们这边呢就不一样了，家家户户都要吃捞鱼生。哦，对，希望捞得风生水起。好，那祝大家呢越捞越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欢迎编号二的黎淑琼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《喜气洋洋》。生欢乐的时光，我们都喜气洋洋。美丽的河山，幸福的地方，等着你来欣赏。青青芳草，欣欣真相融，铺在大地上。丛丛鲜花，散播着芳香，投进你的心房。喜洋洋，美满的人生，欢乐的时光，我们都喜气洋洋。美丽的河山，幸福的地方，等着你来欣赏。青青芳草，欣欣真相融，铺在大地上。丛丛鲜花，散播着芳香，投进你的心房。嘿嘿，爱苗正在成长，爱的人人成对成双。喜洋洋。嘿嘿，爱苗正在成长，爱的人人成对成双。喜洋洋。哎，我们这位参赛者黎淑琼哈，是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的。是的，对，就跟刚刚那位参赛者一样，一到年龄迫不及待就马上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，是因为你之前有朋友来参加比赛，还是因为你一直都有在看我们黄金年华，觉得自己站在舞台上面应该也可以发光发亮？两者都有，有看也有朋友参加。哦，是谁？啊，上一届的是有几位啊，彩云啊，哇，那个中医师吧。你在观摩之外，你没有看我？有啊，你当然啊，一定看你的啊。哦，有看到我哈？有。okay, 那就好了。从小看到大。Oops。是，好的，的确哈，这个观摩呢就是很好的一个学习。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表现，我们就请老师们来说一说。淑琼您好。你好老师。其实我感觉上哦，你是非常的不是很有经验的一位参赛者，你一些台风啊，你要怎么走啊，你好像是给我感觉临时才想要怎么做呢？唱功方面觉得有点像在读书，那所以呢这个你就要注意，往后唱歌的时候呢就要在唱功方面呢多加的练习，真的要加倍努力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是觉得啊，你出场的时候你的那个神情非常的担心，因为也许你的这个高鞋也是不习惯的穿，不怎么习惯啊，就是不时常穿，走路的时候非常的小心，你很想跳，你很想表现，不过又很羞涩，又很害怕，不懂做的对不对，所以变成很不自然。
我们要表现的一首歌之前呢，一定要设计好前面这边我要怎么做，后面要怎么做。看起来是已经有练过的，他就会不觉得说哇，好像要出招又不出招的感觉。好了，希望我们能够给你多一点那些经验，在台上更加的亮丽，更加的有那个经验的把那个歌唱出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Hello， 苏琼你好。哎、hey, ，歌唱跟其他的音乐类的表演或者是其他的音乐家不一样，我们的那个身体就是我们的乐器，所以乐器保养的越好，你在台上的话，它就可以轻松自如了。那你刚才就已经说了，你一走出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这个乐器是你是非常不舒服的，所以变成你唱的，它也。好像一块一块，其实你的音准节奏都是对，可是它就不顺畅，就跟你在台上站的那个感觉很不顺畅一样。下一圈好好的准备，好不好？ Okay. 谢谢，谢谢。那既然看那么久啊，然后终于站上这个舞台，接下来要选老师了。嗯，你心目中想要归入哪一个队伍啊？三位都很优秀的老师，没有什么都可以是吧？都可以。既然三位老师都可以，他到底会抽到哪一位老师来拜师学艺呢？不要拿上面第一例，摸多几下。好，他到底选到的就是 JJ 林俊杰老师，往后来居上啊！一连两位啊！对呀、啊，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最少学员的，现在你呢变成最多学员，总共有八位喽。做了农历那个正月的时候，哎，开始那个运转，好运来了，的好运来了，结果真的哈、啊！好，恭喜苏琼，你将会加入我们的杰出非凡队。嗯。好，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参赛者呢是非常热爱打保龄球的。是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欢迎这位非常好学的编号三陈中培。他说希望能够透过唱歌来学华语，要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《好运来》。好运。在西的红时代，夜上亮的人们，天天好运来。你勤劳生活美，你健康存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大的山之前，天晴了见个彩，愿我们的日子年年好运来。你存着生活美，你走着新时代。你抓了家园迎来江湖之开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的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兴旺发展同时好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的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时嗨。好运，别的先集合，在西的红时代，眼上亮的人们，天天好运来，你勤劳生活美。你健康存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大河上之前，尽情了这个菜，愿我们的日子年年好运来。你车的神情，你走出此时代，我们今晚的日子好运开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
和爱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新闻报道同时拍。哇，陈忠培先生，嗯，哇，这首歌好运来，通常我是听女高音唱，哎，换成一个男生，哇，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一直在旁边听，我没有听到好运来，好像好硬来一样。啊不要硬硬来哦。有有有，他最后喊的那个好运来，哎，那个最好，很棒，对，那最好了。最后那句最棒了、okay、啊！哎，据说您是教这个打保龄球的。我是教那个国家队残障啊，残障残疾人士的哈、啊。是。我是教小学、中学、初中跟大学学生的打 full time 在教打保龄球。哦，哇，非常健康，很棒很棒。好，下回有机会也教教我们，好不好？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好。他好可爱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像那个啊，不逃荒那个娃娃这样子。哎呀，不要再笑人家了、他已经很紧张了呢。是是是，他唱到一半已经在那边呼气了，还笑人家。我们还是来听老师们的讲评好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翠霞老师。忠培大哥，新年快乐！快乐。第一次参加比赛吧？我没有学过歌。对。是我老婆教我的，因为我跟她 communicate 了 communicate、啊、我以为交谈都是这样的、她讲我不可以 教我讲华语、对，是，其实是学华语的话唱歌是最容易的，你基本上因为华语不是很好，所以你选了一首歌很多很多字的，是让你来唱的话是真的是力不从心了，真的佩服你，我都不敢唱。你应该选那首贺新年祝新年，那种比较容易。我来迟，他们说迟了、已经给人家 okay, 已经交歌交歌、有点迟了，所以以后不要迟了。其实你可以改编，你用两只老虎来改成新年歌嘛。啊，那个什么啊，你用两只老虎，还是有专人改的那种感觉。来拜年，来拜年，一样可以啊。两只老虎来拜年，没有了，两鼠年要两只老鼠，两只老鼠。老鼠制作单位啊，制作单位说这也是新年歌。所以就是这样，就比较吃力了一点。然后，尤其是你第一次上阵，所以你在里面的话，你不觉得怎么样？不过一旦走上来，站在中间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的时候，我的不一样啦。脚在抖，是，因为他一开始他一直拿他的那个大衣的脚那边转来转去了，都已经像小孩子了，小孩子才会对对对，是哦，他很怕那个感觉。你老婆还在笑呢，于心何忍？你老公抖成这个样子，你还笑？真的是要明智，选歌要明智。反正这个回合不踢人，啊，所以下个回合不一样了。下个回合 no more chance。OK， so 祝你好运了啊！陈忠培你好，对于你来讲，你的经验比较少，完全都没有经验，而且在唱歌方面真的需要很加倍，人家是哈、就努力十倍，你要二十甚至三十。我希望你将你的心态，就是当你在教那些跟你学保龄球的那些哈、就是呢，他要去参加比赛出赛的时候，你对于他们什么心态，你就要现在有他们的心态。You must put yourself into their shoe。 你如果是抱着玩玩的心态，你就绝对是可能走得不怎么远，但是你如果要抱着我要进入大决赛的心态，你一定要真的是、不可以说哦，我明天要比赛了，我今天才来练，看我要怎么样走台步，我要怎么样吃。而且你在唱功方面你真的要去学习，因为我发觉到你不怎么会用你的运用气息来唱歌，好不好？那因为呢，你保龄球的老师嘛，我也很喜欢打保龄球，改天一起红色红色红色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呢你就放轻松，但是呢背地里一定要加倍用功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
关于歌词这一回事的话，其实有时唱太多次，特别是我觉得新年歌了，因为它的音乐哦，就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锵完这边又咚咚了又锵，所以那个音乐听起来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歌词有很多反复。那我自己也是有经验，反而唱了太多次了，你真正唱的时候，你会哎。我是不是唱过了，然后这里又那个音乐很像一样的。我的建议会是，不管是新年歌还是其他的歌曲，有时你拿一张纸把那个歌词抄出来，用抄的它反而更会入脑。 OK， 谢谢你。好，以这个音效的背景哈，来参加我们这个华文节目啊，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呢已经是不得了了啊。对，勇气可嘉，掌声鼓励啊，不容易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来抽一抽看看呢，你会被纳入哪一个队伍啊？嗯，你喜欢怎么样？刚刚有人喊黄色是吗？黄色。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颜色。来，黄色，请看红色。当当当当，翠霞老师，要投投票是怎么想的？你会叫他抄歌词吗？老师，我会勤劳。可以的，其实有方法去学的啊，不怕不怕。好的，恭喜我们的霞光四射队多了一名男学员，也恭喜你，好，跟老师学习。斌哥啊，记得以前的时候呢，大家在过新年之前就会买好贺卡，然后写了你的祝贺语之后呢，就赶紧把它寄出去。对，可是时代改变了，贺年卡已经给电子卡，哎呦，消灭掉了。对对对，大家都是用这个电子卡来线上祝福。是，但是节目中呢，我们的每一位参赛者是以歌声来恭喜大家。好，马上让我们来欢迎编号四的曾曼文给我们带来大家恭喜。家里要记住啊，年年流长永不忘，祖先嘛祝福保佑我，家人嘛乐安康。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嘞，打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敲起那个锣响叮当，新年嘛到处新气象啊，各行各业喜洋洋啊，学生们读书成绩好啊，商人嘛生意好，工厂的产物品质好啊，农夫们谷满仓。各行各业喜洋洋啊，新年嘛家里要记住啊，年年流长永不忘，祖先嘛祝福保佑我，家人嘛乐安康。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嘞，
请问一下曾曼文，你喜欢唱新年歌吗？喜欢，要常常唱啦。没有，一年唱一次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哈，很稳健。嗯，很稳健，经验丰富。曼文已经身经百战啦，因为之前我们黄金年华就是跟马来西亚的 ASTRO 经典名曲歌唱大赛交流的时候，你有来。对对对。就后来又去进入了他们的这个大决赛。呀，是的。今天来到我们现场，我完全认不出他来。哎，我也认不出。因为他瘦了十几公斤。对的。然后整个人都变了。哦。真的是有什么伤心的事吗？瘦那么多公斤？不是不是，我去运动。哦，你跑去运动，很好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一路走来，你学习到今天的表现是如何啊？哎，我非常喜欢你今天的这个表演，我觉得落落大方，然后有一些连音，有一些短的音符，我觉得都有设计到。让我听了没有很舒服的是，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那个状态好像没有很保养。对，因为在过去的刚刚八天，我才从韩国回来。从韩国回来有什么改变吗？还是一样。嗯，吃他的烧烤。哦，吃他烧烤，韩国烧烤很棒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烤坏了吧？你看，烤坏了一点点，是还可以撑到今天，算好。是，我觉得在比赛的话，真的是不要忘记要把那个表演还有歌练好的话，其实到最后的话，这个身体保养是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重要的。要不然在台上就是差那一点点没有把那个声音可以亮出来的话，就那有那个小小的遗憾。所以下一场的话哦。所以记得连声音身体一起保养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好，一定加油，一定会。谢谢老师。曾曼文你好，你好了。今天我对于你这个表演呢，我比较呢觉得说你应该在唱方面呢比较喜悦一点，比较跳跃一点，好像打起那个鼓啊，咚咚响呀，敲起那个锣呀，响叮当。是不是有比较不一样呢？舞台那个设计哦，刚刚你走到一边去，然后呢，感觉站得有点太久了。当间奏的时候呢，你就在中间，然后呢，过门的时候你可以走那边，然后再走这边，这样子呢就比较好看，而且灯光打下去会比较好，因为你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嘛，所以要让人家看清楚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好好好，谢谢老师。我可以说曼文会比较容易教，因为很多东西他已经会了，他又能唱，他连走位他都会走。也许是状况不好嘛，你说你的喉咙不是很好，如果喉咙或者你的那个状况很好的话，你将会发亮的，真的。所以老师，你刚才有收了一个头痛的，你是不是想来？你想收一个不头痛的，是不是？比较容易消的就抽黄色吧，因为我经验比较少啊，我跟新加入。但是如果他那个头痛的给你教到不头痛，你就有成就感了。头痛的就交给俊杰老师好了，他年轻，他受得了，抗压性比较高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所有老师这个旗下呢，有一些呢是比较没有经验的，有一些是比较有经验的。哎，反正都是由学员们自己抽签，是很公平的。来，曼文，请就来看看你到底会抽到哪一位老师。然后我想请问你，你比较想要学哪一位老师？没关系，大胆讲出来。我不敢讲，就是看我的手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抽吧。来，好的，请抽。来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说，黄，哇，黄很多啊。来了，红球，呜呼，呜呼。OK， 好，恭喜曾曼文能够纳入我们的霞光四射队，耶，加油！农历新年呢，是我们合家欢乐庆团圆的日子。是的，归心似箭的回家过年，沿途中再美的风景也比不上家乡的美丽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最后一位参赛者李廷蔚，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《合家欢》。端千岁万岁星，历经了苦难
甜酸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烟雨呢喃，孩子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。经过了雨雪风霜，历经了艰辛困难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亲热的呼唤，孩子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。从此后我们阖家团圆，莫再要离别分散，从此后我们阖家喜欢，莫再要离别分散。雨雪风霜，历经了艰辛困难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亲热的呼唤，孩子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。从此后我们阖家团圆，莫再要离别分散，从此后我们阖家喜欢，莫再要离别分散。哎，廷尉好久没来了哈，五年了，隔了五年了，啊，那前一阵子你太太有来嘛，啊，精英赛，啊，对，那你为什么隔五年呢？隔那么久，他工作比较忙，嗯，因为以前的制度是比较少场，啊，以前3个月，一个系列啊，现在6个月，6个月比较没有时间，哦，没有时间是真的原因吗？还是说怕某一些裁判你不敢来？哦，也许吧。真的有一些参赛者他说，哎呦，那个我不敢来，有那个裁判在。五年前初赛就被干掉了。哦呦，所以今天你放心，今天初赛还可以稳稳进入复赛。像你这样唱啊，应该是直通车了啊。放心好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听听看老师觉得五年之后的你啊唱的怎么样。来，心灵老师。李廷伟你好。老师好。其实我喜欢你的表演，而且你已经有落选过，然后呢我会更喜欢你，因为抗压性很高啊，所以呢无论怎么去训练你都不怕啊，怎么去骂你都不怕。我个人就比较不是很欣赏太多的抖音 ，OK， 因为呢，母亲的怀抱温暖，还是母亲的怀抱温暖，哪一个听得比较舒服呢？你觉得你是自自然然的会有抖音，还是你故意的要去比较抖一点，让觉得是这个是一种技巧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万一你真的选到我这一队，我也是要问你啊。我习惯性哈，OK， 好。那我想呢，这个如果要唱比较
多元化的歌曲，就是不一定要停留在某个年代的歌曲。我想这一点呢，可能要改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加油，谢谢。翠霞老师，喂，廷蔚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你好。啊，又回到我们这个大舞台了哈。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有上这个舞台还是什么的，真的，你的那个定啊，那个稳度啊不够。你要记得，我们在台上唱歌表演是为谁？为我们观众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看到你的这个才华，对不对？不过你就一直往地上看，往空气看，都不看一看我们，那就是错了。就算你很好的那个走位啊，或者是你都没有传递给我们啊，你没有给我们共鸣啊，没有给我们觉得说，哎，你走来看给我们看的那种感觉啊。今天是带紧张了哈，不过声音是很好，声音保养得很好，再接再厉啦。谢谢，静姐老师。第一场这个表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OK， 然后在你表演里面，在你在台上那个音乐起在表演的时候，从你的眼神里面，再从你的感觉上呢，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，我觉得你有那种兴奋，除了那种在台上紧张的话，还有那种我很想表演，然后很想给大家听，我有感受到你也想把那种这个欢乐的这个感觉给带给大家，有那种兴奋的感觉。有一些段落他兴奋到就是那种恍神去，到有点抖啊，或者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开心的时候，会有那种过度的那种感觉。那我觉得在台上的时候，有时控制一下那个兴奋的感觉，把它变成正能量去做那个表演，而不要变成它太压力太大，然后影响到你的表演，那是最好的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马上我们就来看看你将会抽中哪一位老师来这个拜师学艺哦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翠霞姐呢，哈，霞光四射队已经后来居上了，已经有九名学员啦，是只差一个名额。对，然而我们的俊杰老师现在是八名学员了，只剩两个名额。心灵老师本来哈刚开始的时候好快，现在是只有七位，还有三个学额，所以龟兔赛跑啊，不知道谁赢了哈。三二一，所以总共只剩六粒球了。好的，来，廷蔚大哥。好，现场观众希望他抽到什么颜色？你们觉得呢？啊？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，因为剩下最多黄色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们真聪明，霍蓝率是高的。对呀、啊。OK， 好，来看一看。果然是黄色 ，OK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呢，廷蔚大哥将会归纳到八面玲珑队，恭喜刘心凌老师。正月初七是人日，祝福人人福寿双全，学习智勇双全，喜气连连过鼠年。加入霞光四射队的新队员陈中培和曼文。进入杰出非凡队的新队员是凯杰和黎淑琼，加盟八面玲珑队的新队员是李廷蔚。好，希望学员们好好把握时间，跟老师紧密的联系哈，务必要学到老师的精华。是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节目到此就到了尾声了，要谢谢我们的导师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是第六场初赛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。是，那今天呢，当然也就是农历初七人日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祝福大家，天福天寿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今天要进行的是第六场初赛。姐姐老师，你那够多女的是吧？我还可以凑杨家将。蓝色可以做杨家将啦。财神到，你的那个笑肌要提起来。当你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被触电了。如果换上了渔夫装，整场人都记得你是谁。对，你今天穿这个呢，不是渔夫，是车夫。是是是。